芝宝这一台小金鱼专儿童专用平板好看吗？好看啊！你在看什么？哇，真是一幅美丽的画。这台好特别哦，可以看影片、唱歌、听歌、听故事、玩游戏，还有好玩的益智游戏哦。下一关，这台真的很好玩哎，小朋友都围过来在看哎，大家都在看你在玩什么哎。完成，开个小汽车回家了。你要重玩吗？接下来我们开始。你要哪一个小汽车？这是推土机，红色的推土机。他应该要穿上一个超级推土机的轮胎。推土机应该在哪里呢？你选了一个粉红色樱花的推土机，这就是制作小汽车。好、哦，选一个图形，快点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好、啊，再一次。太棒了！请想象一下，这个立体图形的后面是什么图形？什么图形？太棒了！请想象一下，这个立体图形下面是什么图形？他说的是这个图形哦，这个。小朋友在练什么练习？你练习。哇，这还有大小声啊，大声一点。这小声啊。那我们唱唱跳跳一个好不好？念一个圈圈，念一个天大，念一个大字大大大。接下来我们 Q 林立西亚米，林西林西亚米，我看你。念你八，念你八，念念念念念你八。接下来我们 Q 林航宇，哦，与你同在。念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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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换芝宝。我们的家。快了吗？天大的头发，年年在追。你的头发。超幸福的啦！